家好，我是潘妹儿。手机怎样才能回收个好价格？大家想要把手机回收的时候，可能会对自己的手机价格有很大的疑惑。那么决定价格的因素都有什么呢？总结为以下几点会直接影响到手机的价格回收：一、手机的具体上市时间；二、手机外观的成色和基本功能是否正常；三、有无拆机维修过。例如这台 OPPO Reno 5K 上市时间为近期的2月25日，由于机主的个人原因想要出手这台手机，大体检测了一下，手机的外观和基本功能测试全部达标，而且是近期上市不久，手机的降价幅度不大，外观可以冲新，像这样的手机才能回收个好价格。所以呢，想要手机更保值，就要在平时使用的过程当中为手机贴膜并佩戴手机壳，这样避免维修，减少手机的磕碰次数，对手机的保值很重要哦。好啦，这一期的回收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你们觉得这样的机器刚激活4个月，而且是带壳全配，潘妹以多少的价格回收的呢？评论下方吧。关注潘妹，手机问题不算事儿。拜拜。